系，大家好，呢度今日介绍呢个就系沙田马场。咁而家咧就冇马跑嘅，咁啊有机会俾大家睇下呢个环境啊。呢有条好大嘅赛道，香港沙田马场。咁啊，洒紧水啲草地。咁啊，入面嗰条泥地亦都洒紧水。咁前面方见到一个咧，就系终点位嚟嘅。咁啊，再远啲咧，就睇到呢个影相，即系赢马影相嘅位置啦。咁啊，再远方如果可以睇到，见到嗰个马铁啊，铁路有个山，呢度有啲屋苑。咁啊，下面有啲座椅啦，一边公众席，呢边就会员区。咁啊，睇到下面有啲玻璃咁样咯，新加嘅呢啲应该。嗱，再睇一次。